涉外送平台广告，让不少网友相当惊喜。而五月天也分享，其实他们常常练团练到半夜，所以最常点餐时间就是半夜或是早上。同时还自愧可能因为那个时间大家看起来通常都很邋遢，所以竟然很少被外送员认出来。五月天每年都会举办巡回演唱会，而团员们最重视的就是开唱前一定要填饱肚子，最爱叫咸酥鸡为演唱会热身，甚至还会评比各家咸酥鸡，可说是咸酥鸡天团。而当被问到若团员们都在荒岛只能叫外送送一样东西，大家会选择什么？结果团员们一致回答玛莎，因为平时外送都是由玛莎负责叫，所以一定要叫外送把玛莎送来荒岛，大家才不会饿肚子，实在是太有趣了。